1984年的夏天，老爸从部队退伍，按原籍回到了广州老家，把我们全家从湖南迁到了广州。我们一家就这么撞进了麻洋街。39分，你竟然给我弄成了89分，一会儿不管你们就上房揭瓦了。就算是攀登到底，我也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以为战斗结束了，现在赢了，让你让我要不让你，你死更惨。你们行不行啊？哎呦喂，太难了。有些事情现在没法告诉你，但你相信我，我不会骗你的。我只希望我们两个能够一直陪着对方。做自己就好。小小胡念，照顾小小是我心甘情愿的事情。我知道我可能赢不过你，但我还是要努力拼一把。梁伟超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要敢走出这个家门一步，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哎呦，站太透了！咱们今天就出去潇洒一把。都说离别是为了下一次的前方，可是当我们重逢时，我们还是我们。